注意注意，黄氏兄弟的频道会员大改版啦，新增的福利哦。早安，起床啦！今天也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喽。专属起床铃声，黄氏兄弟又推出新的桌布了，你看你看，只有会员才有哦。三、二、一，今天是我的生日，黄氏兄弟打给我哦，喂 ，Hello， 今天是你的生日，祝你生日快乐。那你今年的愿望是什么呢？许愿，许愿，许愿。哦，祝你今年的愿望都实现哦。除了以上几项，还有很多丰富的内容等着你去看。心动不如马上行动，加入我们的大家庭吧。我们能力，我是伟伟。抽奖，抽奖，抽奖！我们可以拍影片，你要抽什么奖啊？我们要抽出小飞百货2000元的购物金给你们。怎么抽？非常简单，三步骤。第一步骤，点下这部影片的 like 按下去，按下去就对了。第二个，分享出去到各种平台，传给你朋友也可以哦。什么平台都可以。最后一个步骤，当然就是留言你的 email 咯。4名500元的购物金给大家。我们要比赛了，我们要比赛了。我们今天呢要拍的是图片购物第二集。各位观众，请看这张图片，猜看是谁？三、二、一，答案是哲哲。我不是少女，那我当示范什么意思？我们这一集哈，跟上一集的规则大同小异。小的地方就是呢，我跟哲哲拿到的题库会八题完全不一样哦。游戏规则如下。Let's go！ 先进去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。这不是那个什么婴儿用品、婴儿尿布？谁放一个裸男呐、啊？为什么这个？就是我选的，这应该很棒吧？这个是你选的这一张吧？就是你，就是你选的对？对啊，都我的，都我选的。今天好多人脸哦，今天都是各种不同的人脸跟 IP 耶，这个还不简单？这是那个阿华田嘛？阿华田吧？哦，这个、我知道，这要去奶粉区。这还不简单？这是那个很容易念错。要么你会念成生发意的那个落剑还是剑落，到底是哪一个呢？各位观众，所以这个要去饮料区，好不好？饮料区，看我很厚，这个我比较不清楚，这应该现在长大了吧？我小时候很帅哎，这三题我不晓得，但其他的我先了解。零食区、清洁用品、保养品区、乳酸饮料跟奶粉。好 ，Let's go。嗯。我刚刚想说，这系列会不会跟他一样？好啦，那你的思路可能不在这儿。从何开始？哇塞，真的比我想象中大好多。不是落剑，他不是落剑哎，是波尔水啊，剑落啦，不是。你们看，这两个很像吧？很像，很像。好，是波尔天然水哦。OK， 奶粉区先把确定的弄起来。我跟你们讲，我的策略是怎么样？我就先看过一遍，然后觉得它可能是哪个分类，然后看到我想要的分流就进去走。这里就是饼干区，我要找的是乖乖。这里是奶粉没错，但自动没有到我要的那一卡，只要就是三颗。烦，就不同商品，然后还会撞在同一个。我们到底在修复不修复？它卡在我那一区，那我先去找那个清洁用品。GoPro， 因为我们刚刚发生一些技术性的问题，所以在修复 GoPro， 然后就在这边站着站着呢，我不小心看到一个超级难的题目。你看看，我们仔细看一下，它在哪？在哪？如果自己找是找不到的，我要嘛不是站在那边修复，我跟你们讲，我根本看不到。我还细想了一下，这应该是魔爪，因为我刚刚看到什么能量吧，这里能量。原来是这个，对吧？好危险哦！你们知道很危险什么吗？因为他的名字的 N 离他的脸很近，这个很远。原因是什么？我不可以买到就是一样的威猛先生就好了吗？沐浴露，我觉得看起来他在洗香香，这个男生也像在洗澡哎，他好像是沐浴露。我在想他这边有个香，应该是什么一个香味？就是沐浴露的香味。这瓶伟伟很常在用，伟伟很常在用。就是你们各位观众懂我的意思吗？他的 N 在脸旁边，但我的 N 不在脸旁边哎。不可能啊！我们现在还有一个疏通液，我要疏通液。这里，这个耳朵下面，耳朵左下方，就是它了，完成。我要一网打尽这个跟这个，我们往后退。我也很常在用，它很常在沐浴露。哎，其实你们大家就是看一幕，就一看就知道这些是什么了。
饼干怎么都看不到、哦？如伴我无法再玩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们这边自己在那边挤，好不好？人家女若有美机会，看到了吗？我正走正走，你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好多，满载满。那我们去婴儿用品，就过。这边是饼干跟冲泡饮食区啊，不是饼干跟冲泡饮品区，所以张君雅一定在这附近。张君雅小妹妹，哥哥李水林，哥哥。洗衣服的。柔软巾。那管家一起。客户之下。哦，真的。哎呦。请问。然后再来就是这位男生，还是像是刮胡刀啊？他放个裸男会是什么？不知道，这里不是，这里没有吃的了。这。哎，没有饼干了，食品区啊。适合啊，一整排的小妹妹啊，不是一整排的张君雅小妹妹。噔噔，完成。我们先去找这个好了，找保养品区。我们既然都经过了，那我们就先拿一下福袋吧。这是小北百货自己推出的福袋，然后最大奖又有汽车哦，可以快点来看。可是它有点大，最后再拿。哎，我拿到了，因为它太大个。那我怎么没看到婴儿用品？会不会又是卫生纸、内衣裤？有可能在那边。走，内衣裤。他是不是做上半身，所以他可能穿的三角裤。找一下。我找到了吧，是沐浴露，有没有看到？我就选这个吧。如果想要跟我洗身上一样味道的人，欢迎买这个。但我们今天没有业配。轻轻松松哎，这题我觉得最有机会，因为这是某个医师什么精选什么什么油，跟发品会不会有关？因为发会需要一些油，还是要穿这个裤子，蛮适合的啊。你看。是他吗？对吧？果然是内裤。他露身材干嘛是吧？打婴儿跟魔爪，魔爪在饮料区。老太，我突然一个眼角瞄到一个东西，好心机。各位观众有看到什么东西吗？有没有看到这个？布丁糕，这是运气成分哎，这真的是运气成分。哎，他真的很面熟哎，他怎么好像过年都会出现的隔壁阿姨？但是我就是想不起来他是谁。不可能就是冲泡类的东西吧？因为我一直觉得他很像奶粉之类的。哎，你为什么我去哪里都要出现在哪里呀？啊，我前面有人吗？我不知道哎。走开了。你们觉得这女的很面熟？就很像每次逢年过节都会出现。出现让他知道。阿姨。饮料吗？依照目前为止，我觉得我现在应该是胜券在握啦。牙膏也有可能是什么医师推荐哎。洗手乳。Nice。哎，是你啊？哎，他还是黄氏兄弟，黄正宏，不然人家直接乱列。哥。哥，我找到你了！今天这一集真的没有跟美琪合作吗？你不要给我偷收钱了、啊。这个找到了，我快要结束了，我剩这个还有多久？6分半了。哎，哇，那其实我也用掉蛮多时间的了。这个，金金芦笋汁，它是这样服务。你要喝你的能芦笋吗？真的是金金芦笋汁哎。那我现在找不到爪，你怎么会同区有两题啊 ？Oh my god！ 好了，我现在最后两个。他原来这是陷阱，原来不是人是同一个人啊，主角同一个，来源的系统。是康宝吧？不是，这里。又不是他。玉米什么东西跟玉米有关？三分钟没找到，我就用提示。会不会是湿纸巾？啊！我找到了。我最后一个就是拿提示了，既然找到这个，那就这个吧。来吧，提示是什么？他们在店里。他们在店里，店的门口通常会摆一些东西。走，我们出去看。我在这边留下我的签名，大家可以不要就是去一些书店或是无印良品模仿我的签名吗？我在我的签名很好签，但是你知道吗？就很多人会标记我说会被玉米来过这里，我为什么我没有去过台南的无印良品啊？小北百货宁夏夜市店留了我的签名。
还剩五分钟，没关系，我还有两分钟，我等一下再跟你找提示。玉米的小米。这个，乖乖桶，我来核对一下，时间结束。玉米和蜜吗？哦，他们拿回来了。来，给我暂停家具，你假装继续去逛，我来去看一下他在干嘛。我要买这个，不管了，这我想吃，这我最近在减脂哎。你很烦哎。什么？快来交换，交涉一下。我们换交换。这个你有印象吗？好可爱哦、喔，这感觉它玉米还是玉米粒啊？没有，我找过了。你用过提示了吗？还没。那你就用啊。那你需要帮忙吗？我们先去找，你现在卡到我，有可能要找地方去。使用提示时间，往前走。什么？我趁现在我多看一下别的东西，就是你第三集的时候至少有一些记忆在。说这个，你们下次放它，我就知道了。蓝香，仔细看哦。哦，原来是这个啦！你们有信心吗？有信心打败我吗？我觉得有点难度哎。你有东西没买到吗？有啊。啊，那你就输定啦。没关系，你不一定买对。我很有信心。我们先来第一题，这个。第一题，对你之后想出来了吗？这个好难哦。怎么？我的第一题是。这个我知道。Poor， 长长的钓竿。这不是落剑吗？啊，剑落。哎，有可能。买对啦，普洱天然水，天津芦笋汁。我一开始以为它是那个洛健洛芦酸饮料，买错啊，买的是小波尔，我猜是大波尔。那你是小寨还是大寨？有时候小，有时候大。你很恶心。玩什么？这个是雀巢吗？好面熟哦，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很常喝到。美露，对。然后这个是，这是魔爪。哦，是吗？来，对吗？耶，美露、魔爪都对。叮咚叮咚。他说这个你很常用。这个我知道是什么。我的呢？我的是什么？陈婷妮代言的。我的很难吧？我的比较难哦。是沐浴，这应该是沐浴乳吧？什么保养啊？好，来，请上。上手。沐浴乳。下一题，这个难到爆哦。你这个也很难啊。这是很简单啊。很简单。可以姓张，张舒雅小朋友，他们什么果干吧？没有，来上泡面啊！这要不是那时候他们在换器材的时候，我在那看到看到瞄到，对啊，这个是张君雅来的，来来，你猜这个是什么？乖乖桶啊！你怎么知道？因为这是乖乖桶的特别的会有的样子啊，乖乖的品饼干跟乖乖桶的样子不太一样。看一下，我是什么？什么？他们家都是有超能力那个，超能力对啊。然后还有第二题，他是威猛先生哦，也是先生啊，就是他们住隔壁啦。这个很心机，我跟你说，威猛先生有超多不同的清洁。我跟你说也是。下面一个 baby， 你也是宝贝 ，OK 啊，我也是宝贝。这怎么他长大就？那之后你猜到这是什么？你猜那时候猜罐头？玉米粒啊，你那个应该湿纸巾吧？你不知道，湿纸巾对不对？你知道我是什么吗？它是。分解的垃圾袋超难，那你跟我泡面差不多，我觉得难。超难，我以为它是什么罐头。这里有其他应该可能什么盐选奶，就是一定是橄榄油，橄榄油，或者酱油，你看盐选之类的，这个算好猜。那你的什么？这位男生沐浴乳吧？这什么？内裤啊！哦，是内裤哦，而且是三角的哎，你们自己拿回去穿吧。哇哦，想看着穿，想看着穿，那是你质地的，是棉质的。你刚刚猜那是什么油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它又是洗手乳啊，美琪洗手乳慕斯。那你就都买到啦。那这题是什么？这送分题吧。最好，你怎么认识？大门口一进去，这是他们人家2024今年龙年的福袋啊。就是福袋。那谁？哎，那边是谁出的？这个是我选的，这个很棒吗？这个是什么？布丁狗啊，布丁狗的什么？糖果啊，巧克力啊，是真的超难。那你就全找到了啊？什么？它是饼干，有够难，它掉在一个很奇怪的位置。至少你知道这个方向在哪，因为我不知道，去找了卫生纸。好的，那我们都找到了。但是，我是哪时候完成的呢？22分49秒，有分，我们49秒。有啊，我想说就是如果同分，就是看谁先找完。我没有想到这个规则，惩罚呢？等一下，输了。我很有信心，我很有信心。来上惩罚道具，再特别跟大家讲一下哦，这次有抽奖，而且抽四个人，一个人是500元的小北百货，你知道，我觉得里面比我想象中的还多东西。对，我剩几秒，剩下1分10秒，我在那边白出哦。截图起来，让我们一起当给文字的人，禁止飙我，请记得去听男孩说的 MV 好吗？请记得去听男孩说的 MV。没有他。过去啊！快过去啊！当你哥的房子。快过去，快过去！你干嘛、啊？好，你让我们这里温度了，下次见。你笑什么？
他在笑我，他笑得很开心。分手吧。